叔。你好。你找谁呀？我想跟你打听个人。以前有没有一个叫雨水的住在这儿？那你是他什么人呢？我就是随便问问。我是他的远房亲戚，过来看看。雨水，是有这么事。我也是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呢，哪里有钱往哪奔，现在呢，说不定在哪发大财呢。那我想问问他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比如说表现、性格，还有他是做什么的？做什么？不怎么着调。你要问我他具体干什么，这个我还真说不准。记得上中学的时候，他是抽烟、喝酒，样样都行。糟蹋家里的钱，那真是叫绝呀！哎，不对呀，你不是他亲戚吗？这一年纪不知道，你还怎么来问我呢？我们十几年没联系了。那他以前在这个院子里，他住在哪间啊？那间，就住那间。不过，现在房子早已租出去了。租出去了？啊。他家有房子，房子没卖啊？没听说卖呀。我领着进去问问，现在屋里啊肯定有人。走。小航，有人找。你找谁呀？小航，有人找房子主人雨水。雨水是谁？老公，你认识雨水吗？雨水我们不认识。我们不认识雨水，这房子是从老齐手里租的。那我能进去跟你们谈谈吗？那进屋吧。那进去吧。我跟雨水十几年没什么联系了，现在找他有急事。你们刚才说的那位老齐跟雨水是什么关系啊？他是雨水的舅舅，我们这个房子就是从他手里租来的，租了一年。雨水有舅舅？你不知道啊？你是雨水的亲戚，怎么会不知道他有舅舅？哦，我是他父亲那边的亲戚，跟他母亲那边的没什么来往。再说了，这么多年没联系了，你刚才这么一说，好像是有个舅舅。也是，这种亲戚是隔着太远。据我所知，老齐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呢，都在县城住着。我这儿有老齐的电话。他还有那么多的亲戚。你先跟他联系一下。谢谢你啊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雨水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要骗我？骗了我整整十年。既然救了我，为什么还要骗我？骗我跟你结婚，骗我跟你有孩子，为什么又要跟我离婚？为什么？想再做一个噩梦，为什么就是醒不过来？